既然这样的话，那不如就全组来接受一下奖励吧。那我们依旧是请上我们的箱子好不好，这负负得正，太多正了也得负一下，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们来请上箱子，抽一个呗，抽一个呗，你说你说，森，我们队长森特来抽一个，是什么是什么？念动物园里有什么？来，我们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题卡。哎，那个可以拍得到吗？念动物园里有什么？你们哎，这个恍然大悟的，你们知道这个游戏怎么玩吗？念动物园里有什么？那我们看一下大屏幕好了，我们往两边两侧站一下，往两侧。什么？动物里有大蜥蜴。哎 ，OK 吗？小我 OK， 小我念过这个、哎。小老虎。那这样，我们一人一个，好不好？我们一人说俩，我们就顺着往下传。台上的六位，我们一起来完成，不用你们一个人说完了，行吧？我们全组一起来完成，因为刚刚表现特别好，挑不出来惩罚哪一个或表扬哪一个。我们全组一起来完成，每一个人大家一起说动物园里有，然后每一个人说俩，顺着往下，我们的站位顺着往下传就好了。每个人说俩是吗？每个人说俩就行了，每个人说俩，行吗 ？OK 吗？要快速哦，快速连接可以吗？从谁开始？好，按站位来，我们站到就这样站位顺过去好了，传递从朱正廷开始，我们一路传过去，好不好？好，我。动物园里有大蜥蜴、小熊、小老虎、没发怒、小福尼、小海豚、发蝴蝶、大蜥蜴、大飞囊、大来流、长颈鹿、大蟒蛇、小白雀，这什么字啊？鸵鸟，鸵鸟，鸵鸟，大袋鼠、大熊猫。你确定？这大什么猫？啊，大熊猫，大熊猫，大骆驼，大骆驼，大鲤鱼，丹顶鹤，小乌堆。好啦，很可爱，很可爱，算是所有人一起给我们全民制作人的一个小福利了，好不好？很可爱。OK， 好，那由大家票选出来的这个游戏环节。